大家好，我是朱一龙，我在新京报演员新势力。三个不同的角色聚集在一个戏里，然后又因为是魔幻题材，是我第一次接触，所以还挺新的。如果这个戏需要的话，健身房游游泳，然后度假时候会去潜水，还挺宅的。但有时候会约朋友出去吃个饭。今年想去毛里求斯玩一下，那边有个很漂亮的海滩，就是像朋友一样，然后大家看我的戏，然后他们生活的时候不会因为关注我浪费太多时间，但是有戏的时候大家可以讨论一下。吃鸡还行，但是也就是普通水平吧。他比较幼稚，我因为在横店影视城拍，他会经常上厕所会比较不方便，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平衡车，他就天天想抢我的车玩，然后后来我就故意逗他，我说我不借给他，然后他自己买了一台车，天天拉着我要比赛。之前刚推荐了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然后还有一本我觉得《基督山伯爵》。大家高考完了之后放松心态，放平心态，去迎接后来的生活。我刚才就说，就是角色我都还挺想演，只要是好的团队，好的剧本。现在你可以给你一个月假，你可以去毛里求斯，就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朱同学，我们因为这个活动的那个成绩非常好，所以现在公司给你决定放两个月的假，你可以去毛里求斯玩了。完了。你一直想去，怎么会这么震惊？突然间去演个那样，去付出一下那个，我真的，所以我说我不适合参加综艺。对对，谢谢谢谢。